诸位，小心使得万年船，莫怪寒毛谨慎。依据典籍所载，此物天生与人亲近，遇物则枯，只能用手摘下才能保全。在下与丹药采植小有心得，若诸位放心，在下便自告奋勇行此催花之事了。 掐下会让栖霞莲的价值大减的。休要郭子，钱某再来试一下。